土豆粉，这个是我点的外卖，碗盒的土豆粉。他家实体店离我家很近，然后他实体店里边卖的一袋的话是14块钱，咱家是29.9块发3包，再送三袋鹌鹑蛋。他的外卖好评率都98%，味道好。以前老吃那个姐弟俩，现在就比较喜欢吃这个。食指倒的酸菜鱼，我里边加了点酸菜。他这个每一包都会送一袋土豆粉。这个鱼片很厚，而且很大。
我这个是一袋的量啊。这个汤也好好喝，汤泡米饭更好。小红猪烤肠，官方补贴最后两天了啊，姐妹们！哎呦，这肉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